大家好，我是牛排。我们家呢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吃生蚝，好不好？可是呢，你们都不吃吗？除外。你呢？他是我们家唯一，不对，牛小白不吃，唯二，也不对，妹妹也不吃，唯三不吃还比较多。好了，我们家有几个男人呢？很喜欢吃生蚝，每次出去的时候呢，我们想点。却又不敢点，因为外面卖的生蚝太贵了。所以我今天特地买来了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。我们今天可以的话，一次吃完，直接痛风，不痛不归。今天一定要痛风，再搭配上鹿茸酒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会不会生病？我会不会生病？就是痛风而已。那我们现在马上装盘。各位，我们已经完全退兵了，没想到。两包就够了，好不好？整个排满，我们整间房子都充满着牡蛎的香味。来，我们现在呢，两排蒜头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有去日本跟我们师傅特地学这种撒蒜头的方式，这叫什么撒法？宫本流撒法。以前宫本武藏在吃牡蛎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撒。接下来中间这一排要用什么呢？我们的葱，我们早上现买的葱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现买的厉害吗？我在切的时候一直流眼泪。你看，我们员工就是太感动了，老板对他太好了，他下班时不时就会哭了。我切一堆葱。我不是一根剪辑师吗？你为什么要切葱？还是切的不好，葱子。各位，这一盘我跟你讲，外面端出来少说8000块。哦，这么贵吗？啊，你那两包才不到2000。哎、餐厅要赚吧，这锅具要钱啊。宫本武藏的排蒜头的方式哎。等等啊，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先浇一个阿尔卑斯山的煮热的开水，然后浇下去之后盖起来5分钟 ,OK。那我们先去阿尔卑斯山。对，我们现在去爬阿尔卑斯山。大家等我们大概2-3年就回来了。这回来就臭掉。臭吃。那我们要先把锅子弄热，一放上去水倒，盖起来焖。黄璐有说一个最好吃的是几分？真的吗？好，我们请我们阿仁查一下好不好？10分钟了。各位，我们刚才查了5分钟好不好？我们的生蚝、那是生蚝吗？这是生蚝，它现在是软的。我们屏东人，好久不笑话。对啊，这不会剪进去吧？这一定会剪。各位，其实呢，我们牡蛎、生蚝还有蚵仔都是同一个东西，好不好？是吗？啊，是啊，就是大。大的叫牡蛎，大的叫生蚝，中一点的叫牡蛎，小一点的叫蚵啊，温一点的叫温生蚝。冷冷去加热就会变成温生蚝。一定要到温的，你先到温的，温生蚝。对对对，如果温生蚝有来呢，我一样请他吃温生蚝。温生蚝不会看这个。各位来了，加热水。快起来！对，要计时。12:30，好，12:30。在算。没看过石器时代吗？各位，它已经好了。我打开了啊！重点有没有5分钟？有啊有啊有。有啦，你别担心了吧。我怕。你在自己家里吃，你绕晒。旁边有马桶。对啊，来了。哇！没有熟了，一样啦，还敢吃？换人家啦！各位，我们刚才测了，现在100度，我们把它关火，再焖个2分钟。没有，不是100度，要煮5分钟。你刚才焖2个小时，好不好？不要再焖了，太快变小了，它打开成这样。哦，那个蒜头味道都出来了，我们先关火。各位，不可能再失败，好不好？我再失败，我跟我爸赌气。蒜。你看，我爸要升迁，等等他就把这个厂全部给刷掉，真的就升迁了，这些遗产全部就零掉啊！来来，我们先吃一颗原味。哇！很烫啊，在冒烟。哇，好好吃哦！轻轻的生蚝，你咬下去，那个海洋的味道就喷出来。哦，你常在喝海洋的味道。我以前去海边的时候，我都是带啤酒杯的，喝那个海水，真的好好吃哦。我觉得煮的时间可以再短一点，第一次打开那时间其实应该可以。换你的吧。那个豆芽暂时在里面。
啊，我都流口水了。一口，看会不会烫？如果很烫的话，马上不是你旁边那个佐助小姐。化开了。哇，刚好啊，你肉太熟，你觉得这样刚刚好是不是？嗯，它吃起来是有点像豆腐，充满海鲜味的豆腐，这样原味就很好吃了。人家再拿阿萨比可能更屌。大家可能觉得阿萨比是什么东西？阿萨比是一种非常屌的新香料，好不好？一般人吃就是瓦萨比。哦，你有没有屌？真的好好吃哦，这个蚵仔真的很新鲜，有去好吃多真的可以买。这家客家还多少而已？好像600多块而已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划算。阿萨比的好，如果加进去的话，为什么更好吃？你知道吗？腥味压过，是更多。一定要吃四排。哦，进到底，进到底。然后来吃完之后怎么样？新鲜的海鲜真的只要简单的调味就好。连盐巴都不用加，旁边人吃到，被晃了。各位真的不用担心好不好？我们阿伦一排，米卡一排，我一排，我老爸一排，好，玉人一排。而且我们刚才煮之前觉得吃起来可能这样会太多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吃到一排。哦，厉害哦！可以再取个小三、小四、小五了。妮妮，给我爸讲啦，你这一排吃完就可以钻墙了。哦、再吃一盘的话，我跟你讲，铁都钻得过了。哎呦，你家要专抢吃吗？就去买了吧。你这样子点进去，可能被黄标。哇，吃了这个才有力，好不好？还有力工作。对呀。哇，你要不要四个？再一单。再一单。吃起来。哇，好大。嗯。杯啊！我干杯！他一直吃，干杯！干杯！这是我们家的习俗，就是干杯！干杯！哦哇！有没有入口即化？没有，有点像那个豆腐对。对，下次想看我煮什么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是点赞我的脸书粉团跟追踪。各位，影片还有14秒。这样14秒够了吗？还有四秒。谢谢大家看完这支兔子。8分钟了，感谢各位。